大家好，我是阿明，我照顾的兔罗啊又生宝宝啦，来看看我们的兔罗，全身金橘色的，是金橘兔罗，它啊可是我们的热卖款哦，而它的活力啊是最好的，看它吃东西多可爱啊。再看这个黑色的黄点的兔罗，这是黑满天星兔罗，这颜色是不是很特别很梦幻啊？可能啊他也比较害羞，经常躲起来。他还有兄弟呢，像是黄满天星兔罗跟银河满天星兔罗，各种满天星。那各位知道这兔罗宝宝是什么品种吗？